三换二方案出炉，美媒建议勇士打造新四巨头，双塔联手水花争冠。从他在球场上的位置来看，维金斯比拉塞尔更适合勇士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在这支球队待很长时间。6月4日，北京时间，美媒体 FW 建议勇士队追逐76人的双塔，以建立一个新的四人团队，并提供了一个3-2的协议。维金斯包括在芯片中。根据新的选秀规则，勇士队有14%的机会赢得第一轮，13.4%的机会赢得第二轮，12.7%的机会赢得第三轮，12%的机会赢得第四轮，47.9%的机会赢得第五轮。在勇士方面，他们最大的收获自然是恩比德。恩比德是一个兼具进攻和防守技能的大个子。在76人方面，维金斯和格林的到来至少可以弥补恩比德在进攻方面的损失。76人可以在西蒙斯、维金斯和哈里斯建立一个追逐梦想的阵容，在东方也有很强的竞争力。